大龙成功，咱全体向技术人员。上介绍的老主礼物，四岁的小朋友，哇，你不得了，感恩啊！来，谢谢，谢谢我们的李卢主，哇，你有够旺的，平安到大海啊，阳光好读书，感谢你，谢谢咱龙金社，非常感谢咱龙金社。台北祥心馆啊，非常别出心裁的表演。陈大力啊，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掌声鼓励，谢谢，非常感谢我们郑馆长啊，
啊，领导的团队来自我们台北祥兴馆。谢谢我们年轻的馆长正在努力卖力的打鼓，谢谢团长，辛苦了。咱迄去雍容，雍容迄去啊！明天啊，就是咱三月二三妈祖生啊，也当讲全台湾啊，讲咧庆祝妈祖的生日。明天两时啊，今仔日一日咱孟加拉开天宫了关妈祖，来呼吁着咱孟加拉地区，来保庇着咱孟加拉地区。来，往里面靠，往里面靠，拜托大家。拜托大家，再次诚恳的拜托大家啊，也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金天霞、桃园金天社、南城的 A 八班老师、甘文丽非常辛苦，谢谢我们的大学生学校摄影。感谢咱孟加拉金霞，咱的形象班老师来帮我们接过一下制服的监工兵。感谢咱的兄。
重新来荣耀老妈妈两瓶虾让心中来祝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战甲非常的漂亮小心恭迎参加林丁宫列位众神家莅临咱罗主团来祝贺哦，我们年仅四岁的老祖哈啊，礼物都来贡献，非常感谢。咱梁振江今来共对梁振江的微信群来献下上用礼，一奉香拜，再奉香拜，三奉香。非常感谢咱龙津宫，在咱台湾有200年的历史，超过200年的历史。